聊一百分钟的，而且猪猪调调错，应该是要一百，十个可以走哎、欸，超早就，天啊，嗯，连走路都觉得困难哎、欸。我们一早就发现那个小雨的 ID， 然后我们就想说先退，然后等到我们有附魔的时候，就想说哎。欸他们都没有跳那个附魔师，先去找他，先去找他。完了，因为我们的甘蔗在泽平那边，你看甘蔗只有一个而已。你们要感谢我抢回来的哎、欸。他在抱怨说，团团一有，团团一有拿到了。他在抱怨说他死掉之后你们才聚集通的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们是弄到附魔才聚集啊。我们人聚集起来的时候的才聚集起来啊。不会啊，我笑了。我觉得我们这边看到小雨的 ID 才聚集起来啊。对对对，因为小雨而团结，我们。哇，不是因为我死掉吗？我们是绝对不是，我们有挥泪斩马谡啦。秋风的杀敌，因杀敌一，他是你到底哇，一二真是哎，为此那个要那个啦，要加强鱼骨惩罚。没事没事，我惩罚三次哎、欸！以后那个每挖一格都要惩罚，每一格都要惩罚。应该是鱼骨惩罚，还要有个雕或毒，有没有？对，哇，太多了，矿工。那应该是挖到河豚的骨啊！氪金中毒中毒，吃了三颗，哇，三颗，我们都一堆金锭都没有苹果哎、欸，好可怜哦！我们没有时间弄苹果，太多了吧？黄金差不多哎、欸，黄金很高，没有时间弄苹果，没有苹果。都在逃难，怎么农民？都在逃难。黄金挖起来，我们把它回收回来了。大富豪家，秋风，哇哇，超多。秋风的十四颗钻被我拿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全都在巧克力身上。全部打了坦克，连这种胜率50%的我都拿不到冠军。都杀人，哇塞！秋风的，那是我啦！繁星，繁星啊！繁星，那是繁星啊！那是我啦！你也是繁星啊！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红盾没有算。秋风怎么杀人了？又要杀人了耶！你是你们佼佼者哎！我是被凋零死的，是不是？我选雷神吗？要选雷神了吗？有，有人被那个啊，脱秋风了。对啊，哎呀，可是有人被叶妹，我们从来没有人被叶妹打。对啊，我觉得叶妹不错哎，叶妹也不错。我觉得打自己比较那个啦，打自己。谢谢。他自己有没有想听被叶妹打死的故事？我也想要。我也想要。其实我觉得哈记蛮屌的、欸、他在高空钓鱼哎、欸，牙钓鱼法哎、欸，愿者上钩哎、欸。我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也是剩两颗半的时候，已经在逃命，逃命不小心看到怎么杰瑞在旁边，赶快被射一箭之后赶快跑，只剩半颗星往上爬，想到不想遇到人，我想说啊，那不然我就反其道而行，我跑到最上面去，我把它树顶上，在那边盖一个屋顶，然后想到又没事做，啊，想到我身上有993，好了，那不然发光一下好了，到1000。然后把它放完之后又不知道干嘛、啊、有水池哎、欸，干哎、欸，这样看，然后在树上看不到标那个鱼标，然后凭感觉钓鱼，超难的，好猛啊，超猛！然后重点是他还钓到，重点还钓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就是这里，就这里，钓鱼台，钓鱼台，下面那个水钓鱼台。哇，好猛哦！太靠了吧！你知道上面那个屋顶是我拿来防叶妹，我就来不及。旁边摇盖啊，旁边没盖，墙摇盖，还是被叶妹打到，还是被打死，冲过来，吓死！天哪，叶妹一个滑行。真的，他到这里钓鱼，这样掉下去，超猛的，跳都没掉，看不到浮标，看不到那个，看不到。你看我这里啊，我这个位置这边掉，掉不到啊，看不到。
所以有啦，我钓到一只，我也钓到一只，这么厉害，鱼飞得上来，不要飞得上来，飞得上来，飞这么高哦，可以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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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有，哇，你们都好会跳哦，看不到啊，他不知道这么多钓竿，谁知道是什么？钓鱼大赛开始咯，拉钩拉钩，谁到谁到谁到，快把人家拖下来，我看会捡到别人的，还一起跑，好美啊，还带了，好笑，挡到视线了啦，拉钩拉钩，往前点吧，往前点吧，哎，掉下来了掉下去！为什么在干嘛？一直被打了。冰姐来了！冰姐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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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啊！冰姐！啊！啊！有人在被推，不多了。不能掉了！不能掉了！掉不掉了？关门了！外面掉不掉？关门了！关门了！关门了！哎，开门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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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下面其实好多鱼哦。哎呀，我钓到条，钓到条，因为钓不上来，看不到。哎哎，怎么钓人啊？这种时候我在下面吸的时候，不是有人把鱼丢下来啊？我看我就可以拉上来说，有鱼哎，都是扔下来的鱼，钓到熊猫哎，谁啊？钓到熊猫，钓到熊猫，错字了吧？掉小猫好高好高哦，好玩，掉不掉算好玩呢，他真的哈，真的好来，对，我上面在丢什么，下蛋了，下蛋了，下蛋了，掉了，哦，掉人了，走奶的，海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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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这一次提早下班了。对啊，提早下班了。谢谢各位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好了。那所以下班了。哎，那雷神到底是谁啊？你？不不不要说不要说。秋风了，秋风了，秋风了。啊！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杰克给我这次机会。好酷，好酷。成为 UHC 第一个真正杀死队友的人了，杀死队友，以前都是烧死，你是真正用对啊，以前都是烧死，咔咔咔，谁别乱，谁来，谁来玩，谁来玩那个啊？没有消消树叶，消树叶，消树叶，哎，不要欺负了，不要再骗，会那个，会那个，谢谢，好吧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，下班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谢谢谢谢。哎哎哎！咔咔咔咔咔咔咔！我把这一点快打掉，不要再玩了，不要再玩了。怎么讲啊？哎，对我第五届烧死队友那两个可以不用再被讲了。没有，你一讲出来，我们又记得了。那个被树长大撞死的那个呢？被树撞死哦，还有被队友加上半点半杀树杀撞死的。我去收个台，大家拜拜拜拜。各种杀死队友的方式，对，真的，嗯啊，不好玩，还有一点点时间呢。对啊，对啊。要再场啊，玩二场啊，抢个头啊！啊，我知道有个东西很杀时间哦，要去 happy 什么吗？你知道那个吗？对，来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 ！happy 什么？好来。我觉得你光组完队，我就玩个一场啊，玩个一场。然后走进到巧克服了啊！哇哇，去巧克服杀时间。小客服不是直播要跟他们先讲吗？有啊有啊，我讲过了。哦，好了，我讲过了，不能这样挑拨离间哦。我杀哎，我杀敌数跟你一样多，你不能这样哦。我要我要，有谁要？我挖石头还顶我。我要去。好，去。那个喵哈，你怎么死掉的？我就
我追他，那个我跟你们在那个不是摔死的，就是被繁星从岩壁上打下去的。哎，那为什么不算繁星？有算啊，有算，有算，就是我跟哲平啊。对啊，可是那系统两个系统没有跳说谁杀死了，但是上面技术有知道。我一直以为是法师。哈哈哈哈哈！误会了，哇，繁星！我刚才说，耶，法师是我们。心结什么东西？心结，法师啊，不是法师，你难道你们通话里面一直都没有声音，有法师的声音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没有，就只看最后的杀人数。我想说，可能是法师最后杀自己人，杀了两个人。哦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升的地方就隔了一个山，欸、然后就只有我跟哲平和繁星去爬山，然后。然后后来是我正在探洞窟，在做火把的时候，我就被繁星从岩壁上砍下去。哇，好猛啊！还要开始吗？还是？所以我什么都没看到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没组到吗？还有一个位置。什么要干嘛？我玩在玩 Happy Soul， 玩个小游戏打发时间。还在开台，还在开台、啊。对对对，还是我换个地方，要吗？你们开，你们开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。开。嘿。没有，因为我好像是。哎、hey, ，这叫什么？ Hey. 那个 skin、oh. skin 要怎么弄掉？Nick 吧。哦、oh, ，对耶。因为上一次在录那个东西，我现在是随机 skin。Hello，Hello，、oh. Hello. 还在开台哦，还在开台哦。你们还在开哦？你们在玩什么？玩小游戏。Happy Soul 要来玩吗？有新游戏？嗯，什么新游戏啊？有什么新游戏啊？就是那个啊，守城那个、啊、守塔。对对对。守塔。这个是有在玩过那个网页版，也会很熟的 TD TD 守塔、哦，就是守塔 TD， 就是一条路、哦、一条线，然后上面旁边盖塔。哦，好玩看看，我没玩过。好，好、啊，可是现在还是少一个，还缺一吗？就是他可以六个人，啊，我们现在是五个。我们要么就中满的话是，对，就是中路人，看不中路人这样，看会不会被他欺负到爆。啊，撞了、哦！撞好啊，走走。那、啊、怎么玩？怎么玩？盖塔干嘛？要干嘛？他会有箭头吗？箭头是他就是那他的出怪路线，然后在草皮上可以建造你的兵，这、嗯哦就是你的什么箭塔之类的。哎、欸，草皮是吗？哎、欸，野猫，野猫，你冲哪想？你给我走开哦！那你。就是每手的小游戏，每人一个区域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哈，所以我现在手上拿着东西要干嘛？然后你有一个第一个东西的盔甲架是可以盖塔，它只能盖在草皮上，嘿。然后你点下去之后，会告诉你上面你可以盖什么。目前有五种塔，第一种是一般的，就是弓箭塔；第二种是缓速塔、哦；第三种是范围塔，就是大炮那种。对，大炮塔。哦、第四个是降防御的。那我的钱在哪里啊？右边有一个 G O L D。哦。然后引靠是你召唤怪物，已经可以招了啊，不招，还没盖好，还在教学哦。哦，也是啦，看不懂。不就是，然后第二个地狱之心可以招怪。哎、欸，我上一个人是怎样招这么多？盖塔以外呢，你可以召唤第二手上第二个东西地狱之心。啊你要召唤怪物，它你的下一波的收入才会高。嗯，它上面会写说你花多少钱，然后下一波的那个 income。会给你多少钱这样子？它是每十秒给你一个，一次啦，给一次。所以你在时间内花完钱会比较好。就全部招完了、哦，尽量花光，可能的用完，不要浪费。谁、欸、一直招羊过来啊？我这东西好多，是要招到别人地方是不是、啊？上面有 ID 说谁招的、你按下去它就自己召唤了，然后盖塔是盖自己。哦，所以召唤怪物是到人家是要到别人家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啊，你召唤怪物攻破。召唤怪物如果攻破人家的那个防守的话，等于你是拖他的生命，他的那一滴生命会跑你这边来。哦，那现在绿队只剩十条血了。对，因为我完全状况外啊，全部人都在打我啊。没有，他是一次全部攻击。哦，是哦。对对对，哇，你这么快就召唤僵尸？僵尸血太多了吧？夜猫吧。夜猫不是一直在研究的，这样不行啊！他今天才在玩、啊，他是高手呢、欸，他
今天才在。今天我看到听他一直在研究这个，不是吗？这才叫他滚，不能这样。要订阅啦！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痛，好痛！看这狗，这狗狗，狗狗不要。等一下，升级。研究看看大家是怎么盖。哦，看一下哦，怎么升级啊？一个经验瓶，或是你靠近它。靠近它，然后直接的纪念品，或者是感谢洛洛，直接建造第二元，第二阶段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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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毒蜘蛛。喵！谁家的？我家的。啥呀？啥呀？好和平哦。啊！明天啦。看我们时间没？狗狗来了，狗狗来了，狗狗不要！气不气得掉？气不气得掉？狗狗不要！我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！狗狗来了，不要！谁呀？谁呀？狗狗，狗狗不要！狗狗也太多了啦！你们已经玩上瘾那个了。哇，好玩啊，还蛮好玩的。啊，我被撞进去几只啊！下次可以来救，兔兔来死掉了，兔兔冲啊，兔兔！哈，不要，狗狗不要，怕兔兔，你们怎么可以打兔兔？谁召唤的？你们怎么可以打他？哦，好多羊，好多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蜘蛛还好，还行。都不能招啊！喂，哇塞，嗯，好痛啊！大蜘蛛，大蜘蛛，大蜘蛛，大蜘蛛！我们在玩那个守塔，要来吗？要来吗？哎，太多太多太多的蜘蛛，太扯了，太多了啦！哇！哇哇！你要守不住了吗？落两只。再见了，各位。我们缅怀。夜猫攻大只的僵尸了。